鳄鱼也是有心的。你说什么？我的答案呢？你刚才不是问我吗？我早就知道，其实你整天叽叽喳喳的，你是鸟吗？也许你就是吧。或许。 我们原本就是互惠共生的关系。嗯。明天下课后到实验室找我，我教你做植物标本，别乱碰。 还有，我找到一样东西，应该是你的，我放在你房里了。我的燕子，我的燕子回来了。 小苗，小苗，周尔文谢我哎！以后呢，他要再敢数落我，我就把他写的字贴在他脸上。这盆植物究竟有什么特别的？周尔文为什么这么护着它？不想了，不想了，关我什么事儿？